心了。对付 IT 理工男，就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话。帅。谁是谁帅？直球。直接表白。这蛋糕上面可是我初夏想要对你说的话啊。哎。哇，现在这蛋糕好好吃哦。你欠我。我那朋友给了我两张什么科技展的票，还剩两张，我刚好和纪小薇一起去。啊！在不知道他们去的心意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保持距离。用这么直白的方式来表达，他还不明白，那他就是个傻子。哎刚大学那会儿，你总是喜欢站在这棵树下等我，我一出现就扑到我的怀里。哎呦，有蚊子哎！我和初夏，我们两个现在是住一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俩虽然是住一起，但是确实啊，就是他说那个意思，没有必要跟他解释。找美食书啊，这一堆呢。总之这个人我不太喜欢。你先别把他想那么坏。我不喜欢垃圾。今天这个面包是不是酸了呀？前任能留下什么好的回忆啊？前任留下都是痛苦的回忆。哎，我有点想去。你不想？这样会安全一点。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也是可以主动出击的。你呢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